因为我爸爸妈妈都不认识，这我们才来读书的。啊？说明了什么？肯定离开的多，因为像在像我们在这里啊待客，虽然我们是坚持下来了，一个月才400块钱嘛，现在生活比较高啊，买肉都是10多块钱一斤。 要吃生活方面，就是400块钱都不够用2个星期，所以，反正想坚持，肯定也坚持不下来啊。